这个短片来拍一下工会战的第三天了。那我昨天有把流血枪冲上来，那今天一样搭配炼刃来玩看看。今天有三次，我们来打门口的部分就好。流血枪在这里。有比较好用欸，它就相当于另一只霹雳，另一只那个罗文的感觉，不是霹雳帕，差点讲错。那我会选捕尸，是因为这边有很多人一直在围攻你。如果没有选补血的话，很容易就被扣掉了。第一场哦，今天如果有三场的话，可能要打到15分钟，因为一场其实还蛮久的。哎，一样是两场，我看错了。他是说有三回合的，我把那个三回合看成三场。一样，那个钥匙只有两只啊，所以应该是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打完。
那干两个互开耶，妈的！有流血枪果然好打很多，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。来看一下今天给的箱子开到什么。只有钻石耶，那奖励好少哦。好吧，先告一段落。